Hello，大家好，又到了这个我们直播时间哦。哎，这次好像好几个礼拜没有直播，因为中间又隔了这个一个礼拜的新年期间哦。这个我们的民众哦，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过年期间哦有没有去哪里玩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哎，我们看到哎很多好朋友上线，我这里怎么看不到讯息跟他们打招呼？好，我看很多人给我们按赞哦，感谢。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席元大哥哦上线观看，然后呢，这个一样帮我们分享加按赞哦。我们今天呢就会送这个我们龙年的小提灯啊，这个是组装起来的这个结果，不是结果的样子啦啊。这样如果这样子，哎，这样看得到吗？这样，它这样子是可以这个龙是可以动的哈。好，那这个所以呢要一样这个帮我们按赞加分享哦，这个。好运龙给你哈，所以这个我们的小提灯，这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应该有很多好朋友哈，在过年期间有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龙腾虎跃嘉年华活动当中哈。我们已经有这个打卡送好礼哈，其中一个好礼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提灯哦。当然，这个我们配合南投灯会哈，今年也推出这个。马来貘的纪念币哈，所以这个非常的棒。我们这一次公所哈也配合着我们县政府一起来这个集点，哎，算集点嘛，就是集点，就是这个你有十个南投灯会的十个打卡景点，加上2个乡镇的这个打卡景点哈，就可以获得我们马来貘的纪念币。那当然，这个其中一个乡镇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南投市的这个中山公园来打卡哈。我看。我们同事哈，这个跟我讲，过年期间总共换了将近300个的这个马来貘纪念币哈，所以邀请所有好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兑换哦。好，这个我们来跟大家，还有廖国庆，我们席元大哥晚安哈。Sandy 邓他说他要哈，赶快帮我们分享，按赞加分享哈。我们严宝贵、陈义进这个送纪念币哈，这个可能我们要等到那个那个什么元宵节过后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情况哈，因为我们的马来貘纪念币的兑换期间，我记得好像是到元宵节哈，这个我们再来跟大家确认一下哈，所以这个要先跟大家再一次邀请哈，还没来过南投灯会的好朋友或者已经来过的都欢迎大家哈。这个礼拜虽然明天礼拜六要补班哈，所以要上课哦。礼拜日也可以来，然后下礼拜六是我们元宵节哈，礼拜六、礼拜日都可以来。然后这个我们可能等一下要跟大家宣传一下哈，这个下礼拜六元宵节的活动哈，除了我们晚上，我看一下我们，没关系，我之后我再请我们小编哈，把它放到我们的留言区哈。下礼拜六哈，很重要。当然，除了这个我们龙腾虎跃的，就元宵节哈，我们龙腾虎跃的这个闭幕典礼哈，会在这个下午举办。对，所以欢迎大家哈，下午时间可以先来到我们中山公园参加我们的闭幕典礼，晚上哈再去参加南投灯会之外哈，还可以来参加我们南投市的这个元宵祈福活动哦。当天有非常多元宵祈福活动，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市公所办的元宵祈福活动，在我们的这个福山里的福山宫哈，他们有这个传统的拔菇活动哈，所以这个也非常棒，可以邀请大家来参加哈。另外哈，这个什么，我们的凤山市哈也有举办这个元宵祭哈，而且他们当天也有邀请到这个。纸风车的演出，还有其他各个大大小小活动，所以这个元宵节当天哦会非常热闹哦，尤其这个我们寿天宫也有举办这个松柏岭的寿天宫哦，也有举办这个元宵节的活动哦，太棒了，好，所以这个邀请大家哦一起来参加这个元宵节的活动，好，这个。刚才讲到哪里？讲到这个送灯笼啊，还有下礼拜六的这个活动哦。好，我们再跟我们的好朋友再来打个招呼一下哈。这个李泰林、施静芬、邱松义，大家晚上好。我们席元大哥哈，对我们分享南投的大小事，所以这个也欢迎大家哈。这个
每个礼拜都有直播哈，只是有时候不一定是我本人，本人哈，一直讲好的听哈，但是我们也会把这个当周礼拜有发生的一些南投市的事情哦，来跟大家分享。好，还有我们周秀芬、曾子涵、游明学，大家好哈。好，接下来呢，这个待会呢也会跟大家讲，这个路边停车收费已经开始试营运了。我想大家应该有在路边看到，我们已经画停车格，然后这个立了停车收费柱哈，待会会来跟大家报告。另外，我们刚才这个龙腾虎跃观光嘉年华的活动，刚才已经有跟大家报告哈。这个下礼拜六的元宵节，我们也会举办这个闭幕式哈。好，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大家应该最近也不是最近这两天哦，有在我的脸书看到我们要应征我们的工作伙伴哈，新的这个幕僚也待会呢也一并再来跟大家报告。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哦。这个什么啊？我等一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哈。好，我们的蔡运清总干事，还有这个曾趣味谢秀兰，好，然后还有我们卓淑慧、谢吴孟勋，好，大家好哈。所以两米吼，今麦就要先甲大家讲吼，这个大家真关心咱的停车收费的这个问题吼。我们从3月1号开始吼，就会正式开始收费。大家看到这个旁边的影片哦，边啊这个相片吼，面顶有这个应该说灰色的停车柱啦吼，这个是要甲大家报告吼。过来吼，你停车入面了吼，停就停车格，这停车柱就会开始感应吼。然后前5分钟不收费，接下来哈，这个每一个小时是20块啊，每天哈会在下8点收到暗时8点哦，收12点钟啦哈，所以大家哈过来就使停车的时阵哈，咱是用这地费的这个停车收费哈，所以伊未出单，啊嘛无人人工人工哈会去甲你这开单，所以你会使哈扫这个 QR code 哈，啊会使下载咱的这个 APP。南投停车帮帮忙哦，当然这 APP 第一的哦，你也使伫在线上缴费以外，第二吼，伊嘛使帮助你来找这停车格吼，看单位要停车格会使停吼。啊，另外当然过来嘛有，你也无这电子支付吼，付金嘛有这个现金的缴费机啦吼。啊，所以智慧停车收费的这个方案吼，大家你也扫这 APP 入面，安尼边啊这影片应当是真简单啦吼，我之前有下载过呀哈，啊，另外哈，这个深圳人士哈，不限停车格的位置哈，只要是南投县政府立案的车位，就可以享有4个小时的减免哦。欢迎，每天哈，不是你停完4个小时再去停下一个地方哦，就每天4个小时的这个免费的这个减免哦。所以，假设如果你不是南投县政府登记在案的申障者哦，就要拜托你先打电话到客服来登记。好，然后这个我们会协助这个登入车号的资讯之后，以后就可以减免。好，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哈就会在我们南投市的这个闹区来举办了哈，因为开始路边停车收费，所以我们现在有好几个路外的停车场也做了这个收费的这个机器哈，啊，我们这个路外的停车格哈，停车格这边收费的机器嘛，几乎都已经上线了哈，所以为3月1号哈，就开始收集。啊，最近嘛，收到真侪即好朋友对着这件代志的关心啦哈，因为咱住伫南投市的好朋友，也是讲曾经捌来过南投市的好朋友，拢知影来到南投市的街啊吼，非常的歹停车，交通嘛非常的不方便哦，因为无规划这停车格啊吼，咱的停车的问题吼，会使讲赛车来南投市的这民众吼，有为他停啊，所以就造成有当下吼，可能这不方便停车啊，过来就是吼，这个路边停车的乱象吼，所以造成我们的交通本来路都较矮较细吼，啊，唔过吼，你后边停着咧吼，路都阁愈来愈细吼，所以嘛拜托咱所有未来咱南投市的民众吼，甲以及咱来南投市佚佗的这好朋友，这个我们一起来这个改变我们南投市的这个环境吼，让大家都可以有便利的这个交通环境。好，过来
下一个进行我又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好，感谢这个我们师早间哈，然后陈秀清，感谢大家，曾云杰，好，感谢大家，江吉庸，谢谢我们邱松一邱大哥哈，说我越来越帅，感谢。今天早上哈，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哈，哎，她发现我最近这个皱纹变少了哈，所以我听得出来她想要表达，她应该是说我变胖了哈，这个。有点尴尬齁，但是好没关系，大家的关心我们都收到了齁，但所以这个还是要这个努力的控制体重了齁，也不能过重。好，我们江秀春江代表感谢，还有我们的麦克停车收费站感谢，还有我们阮立明，大家晚上好齁。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报告齁，这个我们能腾虎耀观光嘉年华的活动齁。我们的厂商有帮我们统计哈，应该说从应该怎么讲？对，这五天哈，其实每天来参加市集的人也有这个五六百位哈，然后总打卡我们好像七天也有1000多位打卡，然后完成打卡的是。可以有抽奖的这个人数齁是800多位，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齁，也欢迎大家齁一起来这个游玩参加打卡齁。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健康量测齁，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齁。对，我们主要活动是办初一初二初五齁。好，所以欢迎大家齁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这个活动。最后一天呢，就是我刚才讲吼，后礼拜六吼，2月24嘛是咱的元宵节，一天吼嘛欢迎大家来参加。当然我们这个这几天有这个嘉年华的表演活动，也有请到这个非常多当地的这个表演团体吼，所以欢迎大家吼，这个元宵节那一天吼，会到先来咱南投市中山公园佚佗吼，暗时就阁去参加咱的南投灯会。啊，当然元宵节我头都冇讲吼，唔关系，咱福山宫吼举办这个拔菇的活动，还有我们凤山寺也举办了这个叫什么元宵祭的活动吼，也有邀请到非常多这个像紫风车啊等等，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吼不是上个礼拜开幕那一天呐、啊、吼，就是嘉年华开幕那一天，我们有举办这个陶艺的体验课程哦，我听我们同事讲哦，也是秒杀，好像。哎，不知道60组还80组哈，不到半小时就已经结束了哈，所以这个陶艺活动已经没有了哈啊，但是可以要提醒这个我们参加陶艺活动的好朋友哈，这个下礼拜，不是下礼拜，对，也算下礼拜元宵节的时候哈，可以来参加这个叫什么？你参加陶艺体验哈，我们有拿去烧制，然后可以在那个。元宵节的时候齁来领取齁。啊，当然我们也会这个也会寄给大家啦齁。然后另外这个我们脑控车齁，我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有没有去体验齁，也可以这个元宵节当天齁最后一天也欢迎大家齁来体验这个脑控车。我看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那当然元宵节闭幕式齁还会抽出我们的大奖 iPad 齁。所以这个你还没参与我们这个嘉年华的好朋友都可以赶快去打卡几点，然后当然我们有送这个小提灯齁，还有这个送我们的南投意面齁，好，那当然也还有配合我们南投县政府举办这个南投灯会的这个马来摩纪念币的这个兑换齁，也可以赶快大家利用时间了赶快去收集。那我们当然这个在我们影片旁边齁看到这个非常多我们南投灯会现场的状况齁，除了我们的主灯，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什么副灯，还有那个可爱的马来貘跟懒懒猫，这很多好朋友都跟我说非常的可爱。还有我们我不知道玩还有没有无人机表，应该还有啦齁，假日应该有。然后还有这个烟火水舞，我看到那个一连串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表演齁，所以欢迎大家齁还可以继续去参加。那另外呢，哦对，闭幕式的那个抽奖齁，除了一台 iPad 还有3只智慧手表。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是抽中的好朋友，你要在现场才算哦。所以欢迎大家哈、哦，当天一定要来参加、哦、啊！我们抽中了哈、哦，就不算了哈、哦。好，
接下来呢，我来再来跟我们的朋友打个招呼一下。好，我们的陈秀清，他说新春快乐，又过一年哈，太好了。好，吴孟勋他说中山公园元宵节活动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刚才有讲哈，这个元宵节当天会结束哈。那礼拜元宵节当天还有这个礼拜日哈，我们一样有接驳车哈，也欢迎大家哈，这个多多利用我们的接驳车去参加南投灯会。好。我们的陈慧莲师母有上线观看哦，简凤慧他说南投灯会几乎每年都有去，办得很好，好太好了啊！记得也来我们的这个市公所举办的这个观光嘉年华，在我们中山公园。好，陈立明他说南投灯会办得不错，都这两年都特地从桃园下来看，太好了。好，我们的师母哈，晚上好。好，麦克说接驳车很方便，对，所以欢迎大家多多使用。剪彩银，大家晚上好哈。好，这个这几天哦，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哦。当然，这个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脸书哈，有看到这个我们非常多的事情哈，尤其这个上班哎，不是初五的时候，我在看到我们市公所居然有一群人把垃圾丢在门口哈。这个我原本做这个定点收运垃圾的时候，很多人都建议我不要做，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只要做定点收运垃圾，大家就会乱丢垃圾，哎，后面结粪扫啦，粪扫车没来收的时候，他也直接把你结在那里。我一直相信我们南投市的市民朋友应当是水准没这么差，应当是都会看到粪扫车才拿出来结吧。你虽然你粪扫拿出来，不过没看到粪扫车，你也是同样的把粪扫拿回来。不过我测过看到真侪人吼，慢慢讲真侪人啦，一部分的人吼，既然甲粪扫就直接搁伫公所门口吼，所以嘛唔知要安怎讲吼，股东的嘛袂使因为这部分的人吼，咱就无做这些定点收运垃圾啦。不过我伫遮嘛是要搁甲咱的所有市民朋友讲吼，也再次跟大家讲吼，这个垃圾不落地这政策已经执行了这么久吼，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这个垃圾可以随便乱丢啊！当然，这个我又想起我们以前哦，这个举办南投是我们沛天宫举办这个城隍圣诞祭典的时候哦，哎，嘛是真侪人拢伫路边甲粪扫摕去后边捡的哈，因为我看到只要有人开始捡了，就愈来愈侪人捡哈。我听到上好笑的理由，我讲为什么恁会使伫遮捡？伊讲吼，因为有人讲吼，清洁队来收。我想讲奇怪，清洁队有啥物也来遮收粪扫哈，所以我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哈，一定是要看到粪扫车才使捡粪扫哈。我因为唔知要安怎讲哦，想袂出来。既然到即摆吼，也有人会夹出你的粪扫哈，摕出乌白捡哦。啊，当然要够另外一部分哦，这嘛真差劲哦。伊毋是甲村里的粪扫摕出来捡哦，伊是直接甲车顶还是阿斗摆顶的粪扫哦，搁伫路边。这个我们看到非常多，我看最近有稍微好一点点哦，尤其我们高速公路交流道南投中寮这个228的这个交流道下来哈，右边我们看到非常多，这个常常会有一排车停在那里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移开之后都有一大堆垃圾丢在路边哦。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志工朋友齁，真的这个少了又少齁，还是少不完齁，所以哎，拜托大家啦齁，来常常讲齁，南投市的环境无较好，有较垃圾齁，唔过我甲大家报告齁，说咱家己环境齁是家己的齁，所以啊有人带黑白捡垃圾齁，咱靠家人扫嘛是扫袂清气啦齁，所以再一次拜托大家齁，看到粪扫车才会使捡垃圾齁，你无粪扫车千万唔好捡垃圾齁，所以我嘛甲大家讲吼，阮即摆有，因为即摆拢有装监视器吼，所以知影食摕来捡吼，所以即摆到时阵吼，阮会查出来你的车牌，因为我看大部分吼拢是骑拖牌来捡的吼，所以你骑拖牌来捡的时阵，你的车牌就去有人去丢啊吼，所以阮会确定只捡粪扫的人吼，啊，嘛查出来只查车牌号码吼。用车来追人齁，所以我要跟大家讲齁，不是你讲你凊彩捡齁，捡了就无代志啊，反正粪扫离开领导就无你的代志啊齁，所以按古当然这不是公所会使来采罚的代志啦齁，这嘛是要去甲环保署检举啦齁，所以我
哦，拜托咱所有乡亲哦，然后处理的粪扫袂使提出来白捡哦，你即摆伫路里吼乱捡粪扫吼，你只要去用检举着吼，你的车一定是会人找得到吼，所以啊，当然你也讲吼，我不爱骑车嘛，不爱塞车吼，我要用行去捡粪扫吼，以现在的这个监视系统吼，一定拢会去用翕着吼，所以我拜托大家吼。当然，我嘛无希望讲吼，你阮提这监视器吼是要来家己检举的吼。不过吼，啊拜托大家吼，咱南投市的环境吼需要大家来共同来维持。好，最后吼要过来着大家说明吼，我想最近嘛有真侪咱的好朋友吼，可能拢有看到咱脸书吼在甲大家交流吼。啊，我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好朋友齁，这个麦克说齁，装监视器就要把人揪出来，还有 Daniel 林，没办法，南投市不，每个县市都会遇到这情况，只能在交流道下装监视器来抓这个乱丢垃圾人齁，哈，对，垃圾不落地，南投才美丽齁，哈，我们感谢谢雨云齁，好，还有张三周，大家晚上好。最后呢，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市公所的征才活动齁，这个正式展开了哈，欢迎大家哈，如果对于这个政治的活动，或者是也不说政治活动啦，公共事务哈，有兴趣的好朋友都欢迎加入我们公所工作的行列哈。当然这个我看的工作内容应该不能用我的标准啦，因为我本来就对从小就对于这些公共事务非常有兴趣哈，所以这个工作内容我是觉得还好了，但有些人可能想说，哎，我才领这么一点薪水，工作这么多哦，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好，但是这个，我想这个也欢迎大家哈，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来为公共事务来努力哈。可以接触到非常多的人事物哈，我是觉得很有趣了哈。然后加上我如果觉得又可以协助我们市民解决问题，来帮助南投市未来的发展，我就觉得非常有动力齁。所以如果你对于公共事务有高度的热情，然后你也想要在这个公部门来协助解决我们民众的问题齁，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齁。所以这个我们工作的内容还有资格条件齁，我们都有在旁边这里也看得到齁，啊你这些脸书面顶嘛让我下传齁，大家也可以参考，啊你也有兴趣齁，都欢迎大家把这履历齁，提来本公所的市长室齁，啊面顶嘛有写这个纸本的寄送，还有这个电子信箱询问电话等等齁，那欢迎所有的咱的朋友齁，有兴趣都欢迎大家来投履历啦齁，啊我嘛希望可以跟大家有机会跟大家做同事，共同来为南投市未来发展来努力，所以这个几个讯息来跟大家讲齁。好，那我们这个最近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路边停车收费也有跟大家讲了齁，好，然后这个我们上礼拜，哎呦这个谁他说什么，每天从绿美桥往堤防一包大垃圾袋放在路边，每天吗？啊，这个小编把它截取一下好吧，到时候跟我们的同事讲一下，哎呦真是可怕。好，所以拜托大家齁，之前齁常常遇到齁，这个我们先讲民众齁，民众常常这个上班时间齁就把垃圾往这个大排水沟或者是草丛堆丢齁，所以我也跟大家报告齁，现在整个南投市已经有五个店齁早上有这个收垃圾齁，当然大家也可以拿到我们南投市的清洁队去丢，所以千万不要乱捡粪扫造成这环境的污染齁，这个不只是环境的脏乱哦，因为你也个隔离溪边、排水沟边啊，是讲隔离这个、这个草丛边哦，真正诶对这个环境污染造成真大困扰哦，所以拜托大家哦，千万唔好做这款代志啦吼，啊尤其即卖吼，只要被发现吼，弄个使透过监视器来抓人，啊另外一部分更较严重，甲更较变啷个？搁较无好诶吼，是规台车摕来倒吼。这个前一阵啊，新闻嘛拢报吼，南投市常常去用偷倒粪扫吼。啊，毋过我甲大家报告，过去可能抓袂着吼，即摆咱开始来加装监视器吼，就是要来抓出来遮偷倒粪扫诶遮人吼。好，所以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啦吼，
这规矩需要大家共同来遵守齁。好，好，然后另外这个哦，讲到垃圾，大家最关心也是这个我们垃圾堆放的问题齁，我给大家报告齁。真正齁，这粪扫的量齁愈来愈多，啊过去齁，因为唔是过去，即一阵啊齁，咱的朋友齁，够闻到粪扫的臭味齁，因为咱在做这个垃圾整堆，啊过来齁，为一月开始齁。咱管政府去年有发包三年67,500吨的这粪扫的外运哈，外运哈不是打包哈，所以这个都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南投市的堆饲量。啊，另外哈，我嘛个请阮前个队的同事来研究这个除臭的计划哈，希望是常态性的除臭哈。当然袂使因为讲咱的垃圾堆置愈来愈侪，就粪扫的臭味就会使传哈，这嘛袂使。啊，不过哈。虽然这是原因啦吼，啊，臭味我嘛袂使讲啊，因为粪扫都愈来愈多，所以我嘛无法度。这部分除臭的计划吼，我嘛有在继续来准备吼。当然，嘛争取到中央的经费吼。之前我嘛捌讲过吼，我已经争取到300万，这个地装式的这个消防设备，也加上这个除臭的机器吼。那另外我们也会再来做这个。更高科技的这个除臭规划哦，来找厂商来协助我们，所以我嘛是希望会使可尽量来解决这臭味的问题，以外，过来就是粪扫的问题吼，这嘛是工作甲着管政府的共同来努力的所在。好，今日吼非常欢喜甲大家分享到这。好，我们这个张三洲跟我们打招呼，今天正集今集来也上线观看，张三洲与分享，感谢。好。奈可这个青年关心政治吼，政策才会照顾青年，对。所以嘛，爱拜托咱的所谓，当然不一定爱来工作做工课，也是讲担任着这个政治的这个工课哦。不过吼，我常常讲吼，需要咱共同来关心一个好的政策吼，咱南投市的发展吼，需要大家共同来关心了吼。这个阮立敏他说，脸书上有看到，好，感谢大家了，要拜托大家共同来这个。张宏仁他说薪资太低了，拿香蕉只能请猴子吧？对，哎，这个我也觉得薪资太低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薪水都太低了哈、哦。但是政府能给的薪水就是这样哈、哦，那也感谢这个张大哥的建议了哈、哦。在从事公共部门的工作就这样，如果这个我忘记是这个蒋中正还是孙中山讲的嘛，就是这个赚钱莫入此门哦。如果进公部门你想要赚钱。通常都是做违法的事情了，所以这个你想要赚很多钱就不要这样想。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能力非常好，你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你也可以去私人企业上班或者自己开公司，这个都没关系。当然每一个工作有它辛苦的一面，也有它成就感的一面。如果你觉得薪水才是你唯一成就感的来源，那当然真的非常不适合做这个公共事务的参与了。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台湾有机会、哦、可以提高这个公共参与的这个薪资水平、哦、要不然这个我常常跟大家讲、哦、这个当然你看跟谁比啦、哦、你为什么我会说我的薪水太低、哦、看就是以你做的工作跟你要处理的事情来衡量你的薪水、哦啊、当然这个同业不是说同业，这个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标准嘛、哦、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每年可以产生多少的营收或者是多少的这个管理、哦、那你就可以拿到多少薪水、哦、如果以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衡量、哦、我们公部门我的薪水就已经偏低了、哦、那更不用讲我们其他的同事、哦、那当然进到公部门就不能想薪水是唯一的考量了哈。好，没关系，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我们就是欢迎大家哈，这个有兴趣哈，这个可以来跟大家讲哈。这个张贝蒂他说，这个定点收运垃圾能不能移到礼拜四跟礼拜日哈？好，这个我们会再来研究了，但是我还是一再讲哦，因为每个地方收垃圾齁，不是只有我这个点收完垃圾就走了齁，因为通常礼拜四跟礼拜日收运垃圾的时间都会比较晚，因为礼拜三礼拜六没收垃圾嘛，所以丢垃圾会比较多。如果我中间又夹杂这个定点收垃圾，有可能最后一站原本九点半才能丢到垃圾齁，他可能因为你中间加了定点收垃圾，你可能就要变成十点或十点半才能收到垃圾，所以最后一站就会来抗议齁。好，所以这个
定点收垃圾哈，我们也会晚上的时候也会再来研究。当然，如果真的能够达到像张贝蒂讲的哈，如果有定点收垃圾，就可以这个分散沿途收垃圾的垃圾车时间哦。当然这样最好了哈，就大家都到定点来收垃圾，我们也不用同事哦晚上过，尤其过年前，我还听说。有路线收到11点哦，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最好大家都自己拿来丢垃圾哦。但是这个我跟大家讲哦，南投是毕竟还是属于乡村型的这个城市哦，不像大都市，大家都住在公寓大楼里面，坐电梯下来就可以丢垃圾哦。所以我垃圾车停在这个公寓大门口或者社区门口哦，我们就可以大家都可以很方便丢到垃圾。但是我设在某一个点哦，他可能住很远哦，他就很麻烦丢垃圾，所以还是要垃圾车去绕哦。好，这个我们都会一起来研究哦。好，我刚才看到他说薪资太低，拿香蕉只能请猴子，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像是猴子，因为我就是拿到香蕉的薪水哦。好吧，那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们投入公共领域就不是想要赚钱。我常常讲哦，这个我从30岁拿到我目前为止人生薪水的高峰之后，人家从30岁以后薪水应该是越来越高，我从30岁以后薪水越来越低哦，低到现在还没回到我30岁的水准哦。这个大家感谢我家人哦对我的包容跟对我这个参与公共事务的鼓励哦。所以这个大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了，所以就是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能选到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这个才是很重要。我也常常鼓励很多年轻朋友，就是要去发展跟发现自己的兴趣跟长才，然后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才愿意投入嘛，然后你投入才有可能这个正向的循环，让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好。好，这样越讲越多了，讲到最后变成我要来跟大家这个教育训练了。好，没关系，再次感谢大家哦。虽然明天大家要上班，不过前几天才放了一个礼拜的连假哦，应该开始要准不是开始，已经收心两个天了哦。明天再一天收心，礼拜日就可以放假哦，来参加南投灯会，参加我们这个公所的活动哦。好，下礼拜元宵节哦，大家可以来参加。好，祝大家这个今天愉快，明天上班顺利，礼拜日放假愉快，拜拜。